我三二一，頭兩個字。三個字嘅嘢你話俾人聽。三個字，頭兩個字，英文係 luxury。耶稣借钱问，唔系意思，通常参加旅行团嗰个团队啊，好啊，好啊，即系唔知啊，好，咁挑嘅一个啊，你好嘅，挑咗一个，嘅一个，你挑咗呢个，好，诶，你见嗰边，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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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呢个，黎明金句，黎明金句，朝早，空手吃早餐，好，好，诶。呢個好尷尬喎！當你去洗手間就失敗，香港必備。你講一唱啦，佢叫我幫佢喎，點解唔使啦？使啦！三個字，廁所有時領好你氣嘅，好咩啊？好你氣，好你氣嘅，收屍佢，差唔多，冒水佢，係。呢啲係咩啊？指手指指甲。係啊，但係如果係嗰度咧？腳甲。三個字。三個字。指甲。指甲。唔係嗰個名稱，個名稱全名。全稱。三個字。有指甲。好，我偷偷地玩住開心啊！呢個唱緊嚟啦。四個字，靚仔。幾時？幾時？幾時？朱德俊，係。係。呢個難啊！應該讀歪啲定？讀歪啲，讀歪啲。曾經八十年代初有套周潤發主演嘅劇叫《親情》，佢裏邊嘅名叫乜嘢？哎呀！系呢个二啊！所有香港嘅女仔都有，啲香港女仔通常咧就會有一種身體不適，心機皮動，唔係真係不適嘅，形容佢有一種態度，香港女仔。一、二、哦，公主嚟啊！